本案系发生在今日凌晨1:08许的交通事故。那系一名洪姓的男子哦，他驾驶自小客车沿台湾大道往城中的方向行驶，那因酒后驾车导致车辆失控，自撞分隔岛，造成自身全身超挫伤，经送往医院诊治，抽血浓度检验值明显超标，警方讯后将依公共危险罪嫌来送办。那酒后驾车害人害己，警方提醒民众切勿心存侥幸，如有饮酒请搭乘计程车或叫代驾来避免憾事的发生。